活水未提啊，正火在上。好，水在下，这是未济，就是没有交接。好，在天道上面来看是这样子。那济济卦呢？本来我们这个济济卦就是未济卦之前的是济济卦，济济卦的是呢物之尽，物当任何事物到了尽头，到了底了，就是济济。好，这是济济。那悟到尽了之后，悟尽了，悟到了尽头就不会变，悟尽不变，到了这里为止。可是易经它本身的精神不在这里，易经它是个圆形的东西，哦，所以我们易本身呢，谈的是生生之谓易，相生再相生，才是易经，哦，所以易经呢，变易，不易，简易。讲的这三个原则，我们读了易经以后，把天下事情统统简化了。我们看它的神，哦，因为它是简易的。那如果你读了易经以后越读越复杂，就是你没有读通啊。这个易经的时候告诉我们，读了以后会简单。好，就好像我常常讲，十八世纪的时候发明计算机，那个一个大计算机，像房子那么大，它只能计算三位数。经过200年的演进以后，到现在一个名片可以算十位数一个名片，由繁而简，200年历史代表他懂了嘛？所以你懂了以后，什么事情应该要变简单？因为如果你注意，只要出去听那个人讲话，越讲越复杂，越讲越复杂，就是没有懂，了解我意思？所以我们讲阳宅四个字就讲完了，有没有？长幼有序就讲完了。那易经所谓不易的原则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人间道，这个人间道是一个法则。诸位呢，能够称得上法则的。叫什么？法则的定义是什么？恒古不变，这就叫做法则。这个法则，如果这个规则适用于今天，明天就不适用了。这个根本不叫做法则，法则就是恒古不变，永远存在那里的东西，这才叫做法则。你不能说今年合了，明年就不合；500年前合，现在不合，这个就不是法则什么的，那是规则啊，游戏的规则。那法则变，那我们人间的法则不会变。好，还有一个变异。变异的话，因为易经在看到我们外面形都在变，5000年前和现在穿的衣服都不一样，形在变，它神不在变，所以我们要了解易会有变的现象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脱离它的神。那因为它要变异，易经还要再循环下去，天道一直在循环，所以进入到了济济卦以后，然后再到未济卦呢，是两个再不相生。好，好，因为从已经到了悟的极以后，才开始反。就是未济，又开始重新开始了，哦，所以未济呢，受之济济之后，再进入易经的循环，再回到跑到乾为天去了，啊，哦，再会跑到乾为天去了，哦，所以受之以未济，未济在济济之后，啊，哦，物又无穷无尽的，啊，哦，所以未济呢，代表说未穷也，啊，哦，还要再重新开始，啊，哦，一直在天理一直循环下去，所以你看它的火在上面，水在下面，这是不相济。哦，不相济。如果火在上面，折在下面，叫做魁。魁就是违背、乖违，就是我忤逆你了，中间有冲突。未济卦是没有冲突，就是两性不相，还没有开始，重新开始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重新开始。那处未济之时呢？到了人道、人间道。在未济的时候呢，好，在未济之时呢，也有亨，也有吉的事情会发生。比如说我刚到一个公司里面，那我跟公司人通通不认识啊，这就叫做未济，这是未济的时机。那有亨之道，这个未济的时机，你处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，如何去亨呢？啊，很慎重。易经就告诉我们要谨慎的处，想谨慎的应对，谨慎的应对。那谨慎的应对到什么程度呢？哦，要骂人呢？怎么讲谨慎的应对？君子呢，观相，他的观相啊，水火不交啊。这个呢，火和水不相交，两个不也交在一起，就是说，代表有不当之相，不适用的不当的相。哦，那君子知道这个时候，君子处此之时呢，必各安其位。
各得其所。哦，哦，以慎动，以慎进，这是未计卦的君子处理的时机。小人呢不是这样子，小人处此啊，未计的时候，啊、哦，他从不量力而进。好、哦，从来不会去量力而计，结果呢，终未能计，不就终于到结果呢，还是不能够适应他的工作，自招灾，自招损，乃自招损也。这是《易经》说的，乃自招损也。好、哦，所以我前面跟诸位讲过，君子呢，人才呢难进，易疏。这个难进除了表面上解释你很难请到他以外，还有君子本身去上任走马上任的时候，他就会心里量度量自己的能力够不够，有没有资格去，万一不适应怎么办，不适用怎么办，君子衡量自己的能力有没有，有没有，小人不是啊，小人呢从不量力他就要进，你看那个孙叉叉是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，从来不去度他可不可以进，所以难进易出，除了讲君子本身以外，我们当然讲事情表面上的，我上次前阵跟诸位解释过，现在一讲自己要先度量自己可不可以进，而当一天公司宣布你不适用的时候，易出马上就滚，你马上走，不要挡到后面。好，现在很多人找了很多借口，哎呀他在年轻了，他还不够资格，他晋升进来还不好了，我要再观察他一下，再训练他一段时间，这都是借口。好，所以如果量力而进的时候，他从不量力而进的时候，结果是未计，好、哦，所以拿破仑讲一句话很好，一百头狮子你给一头羊去带领，跟一头狮子带一百群羊，我宁可选择一头狮子带一百群羊。就我们李叉叉牧羊牧到国防部去，那胡乱搞，好、哦，占卜，这就是未计嘛，好、哦，诸位现在看得很明白了哈、哦，未计卦这是事情，好、哦、还未明呢、啊。一人提刀斧，一个人提的刀斧在那边，你看到一他的读图下来的文字啊，一个人提刀斧，就是以姓来说的话，刘姓啊，或者是武官啊，好，或者是手有生杀之权的人啊，手有生杀之权的人，哦，这是提刀斧，刘啊，宝金刀，刘是不是宝金刀刘，对不对？第二个。就会看到一个人老虎坐在地上，老虎坐在那边是枭虎人，本身是属老虎的，或者是似虎，看起来像老虎的人，啊、哦，枭虎的，好，或者是姓王姓的，也是属虎，也是老虎。老虎坐在那边呢，坐乃无威啊，没有威啊，发不出威了，老虎没有办法发威了，好、哦，第四个，哦。旁边诸位还中间还有一张表图，诸位看老虎前面是有个楼梯啊，楼梯下子有没有？上面有没有写一个字？有没有？楼梯是木嘛，字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？字库啊，就给绑到了嘛，困在那边。好，所以本身呢，无刀曰字，一个东西是到了有个刀在旁边，你把刀子拿掉是不是字？无刀曰字。好、哦，这个字，好、哦，直库呢，受困的象，好、哦，受困的象。那一个棋插到山上，一棋插到山上呢，代表有事情呢，会有人揭竿而起，好、哦，揭竿而起。那这种是属于正义之师，好、哦，正义之师啊，好、哦。那第五个呢？有一个人取旗，一个人呢，一人在那边拿着旗子，对不对？代表代替，一个人呢代替的像，来替代他，好，代他做这件事情。那一个旗子，那个人呢拿着旗子的人是不是戴个帽子？诸位看到《易经》断一天地上面有一个官人戴帽，一个帽子在这边，像纱帽三样，一个帽子这样戴到。帽有两个姓，一个是高姓，这个戴个帽；一个是什么？好、哦，我们宋兄啊，戴个帽。好，有人取代的像，好、嗯，
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待会我们下课中间休息，我再跟你讲，我们补这个卦。好，有一个事情发生。好，阳宅，阳宅呢，这个火水未济卦，二女呢居次子位。好，二女又跑到次子位，第一个女生男太。好，女孩子的动作像男人。好，逢虎，如果这个女孩子是属虎的，或者在婚姻感情的对象是虎，逢虎的话，啊，夫作啊无成。那如果这个女孩子是刘呢，或者是刘宋呢，或者是高呢，像这种人啊，哦，会从五，从五啊，哦，从五，比如说女孩子当军人、当警察、当法官、当外交官，哦，会从五。第四个，女孩子在水火禁忌卦的时候，婚事呢，哦，不成。哦，婚事会停摆，那这个从事的行业跟他命要做加减，命要做加减，婚事他不会成的。好，如果是求财，做生意，求财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好，求财是非多，啊，是非多，有争执，啊，所以有争执以后就走到官司，啊，求财的话会有官司，啊，人家该给他的钱不给，这个女孩子拿枪出去或拿刀出去找人家，啊。很凶悍的，啊！各位看这个，上次我们讲到介绍到什么封天小树卦，对不对？封天小树卦，从封天小树卦到后天卦开始看，啊，小树卦呢，后天卦。如果你排八字的时候，排到你的后天卦是小树，哦，外伤发机，好，哦，命中命，好，哦，那外伤为什么跨过水有没有？跨水过去，好，哦，万事俱备。东风为水，这个水呢代表年，也代表人，好，也代表事，都是指水，到时候你看就晓得了，啊，比如贸易也是水，漂洋过海的都属于水。好，后天卦如果你算到这个，好，结果呢夫妻变成夫妻啊，你的婚姻就会就注意了，两地相隔，好，夫妻反目。天机道，马阳之人呢，独子不亡。肖马的人，肖阳的人，如果是独生子不会亡，那换句话说，不是属马属人的人，就会有儿子夭折的现象。哦，流年卦，流年卦呢，你那一年，哎，老师，我36岁刚好封天小树卦，好。小树卦进来的时候，就会遇到这种情形，孤立无援，啊，孤立啊，啊，前险后阻，前有危险呢，后面有阻碍，啊，前险后阻。下面一句话，左支右拙，好，啊，这是天机到了。草头人，啊，出力大，草头人是你的贵人。我们黄草头人，草头黄嘛，是不是？人家说常常草头黄，苗草头人，啊，凡是草头都算。哦，如果呢，流年卦逢到
有遭困的时候，逢马羊可脱困。这个是马属马属羊的，或者姓马，有的人就姓羊哦，都算好，不要要涵盖，你不要给他局限那个范围里面。就有一个人来，脸很长，根本就是个马脸，讲话声音还要讲完还尾音啊，还在那些马在那边叫，明明就是马，看起来动作也像马，你还在这个马在哪里？哦，马就在你前面，啊、哦，有的人动物像马，哈、哦，动物像马，啊、哦，像那个有的人出来像山羊，啊，你看肚子很壮，那像个山羊，好，啊、哦，逢羊马，然后二次努力，第二次努力可得，那第一次如果不成，不要急，第二次努力，好、哦，如果你跟流年卦逢到，刚好你要谈婚事，好、哦，婚事逢之。分两地，那老子我好倒霉，找了半天女朋友都找不到，就好不容易认识你就觉得不喜，觉得很喜欢，就他在国外，哦，搞不好还在南非，刚好在动乱或者是怎么样，这个好分两地，好，那婚事逢之分两地的时候，会成这个格出现的时候，一定是草头人，啊、哦，草头人万归，那你在问的时候再看这个男的啊，男的刚好姓黄。啊，女孩子来，刚好女孩子姓黄，草字头的人有没有？成格，婚事分两地，不是草头人不成格。好，这个跟卜卦不一样哈，卜筮不一样哈，你不要把它弄成卜筮啊。这个。天泽女，如果你先天卦是天泽女，哦，宿出之人，天注定。这时候看他两眼，两眼要上下不等，哦，我们要辅助看相最好。那忌人呢？起一下。哦，不自知，所以有很多这个寄人旗下的不自知，有很多都是好铁板神术调别里面。哦，早年呢又离家，哦，重重阻隔，早在我们在命上面写重重阻隔，就是早年非常的辛劳辛苦成家，哦，那辛苦成家还不好好读书，那科甲又不兴。哦，科甲不行，又不读书，又跑去找女人，桃花多，这都是从图上读出来的哈。也有机会我再解释为什么这样子。啊，都在图上都有。如果你补到你排到你的八字后天花是天泽女，好，九个字，你看看。好，妾有伞，妾好，妾有伞。这个人偏离，啊，禁军令，啊，这个军令除了当兵的退伍征召也是它包含在内，好，法院的传票也在包含在内，啊，这个重楼之策，啊，这个重楼之策很妙。你们以后读到就知道，重楼之策呢？无名呢？无名有险。好，这是咱们讲婚姻，无名有险。后天卦读到了，后天卦是有夫妻相隔。哦，夫妻分开呢？总为情。官司，哦，失财，生横事，横祸会发生，还有，哦，还有别的破坏，比如窃盗啊、火灾啊，哦，就跑进来。如果你的流年卦。流年卦算到你的今年。25岁天泽女，好，天泽女卦呢？啊，男外有妾，所以这种这好要讲话要稍微要注意一点哈、
然后这个在吹在哪里？在重楼之内。啊，这就是那个以前天机道啊，啊，就是铁板一万两千个条片里面，啊，五官外调啊，财不利，好，契约啊，成空。婚事凶，如果你婚姻不到，婚姻流年逢了，这个卦非常的不好。啊，这个天机道再给你，这个主子立下，哦，文书破，啊，文书破，玉侯。遇到猴的时候哈，那有千里行，一定是要得很远，或者是哦搬迁到外地去。诸位呢，在天地大的时候有一个好。千里的里有没有？里诸位注意看，是不是一个日，一个土啊？代表里代表什么？里就代表日出什么？地上，日从地上跑出来。好，所以说有灾的时候，灾从内生。哦，灾都从内生。诸位记得一个法则，天纪好，天的纪律就是。恒古不变的，最坚强的堡垒一定是从内部开始被破坏。你们家父母亲兄弟里面大家都很和睦，结果去好心找了一个人进来到你家来住或怎么样，好了，开始家庭纠纷很多，开始制造纷乱，制造是非，或者是你们家兄弟姐妹都很好，其他出了一个败家子，好，整个堡垒被弄坏掉。所以我们一家之主一定要有记名之能，好。那记名之能，诸位历史上有个故事听过没有？萧规曹随，开国的时候，萧何开国把功业打下来，后来传到第三代，那萧何跟曹参两个人感情不好啊。那萧何在当宰相的时候，就曹参就犯了当个参知事啊，一个乡的小的知事。然后萧何有一天死掉了，那个曹参就跟他太太讲：“你赶快帮我打包行李，我要上京了，我要他当宰相。”他说：“你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跟他不和，他死了你去当宰相，没有？他在死之前，萧丞相一定会，啊、哦、提名我，希望我去做宰相，只有我可以。”哎，过几天命令就到了，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一到宰相任朝，一开始当宰相，他都不上朝的，每天把文武百官召集起来，大家这边喝酒作乐，然后连续一个礼拜，那个惠帝啊，汉惠帝啊，看了嘛，这个小子怎么搞到这么萧丞相怎么会找这个人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有功，萧脑筋那么好，怎么找个这个咖来？好，生气了，就把他叫来了。哎，这个曹丞相啊，为什么萧丞相介绍你，就要提醒你来做我们的宰相？为什么今天你什么事都不做？他就问了，他说你啊，他说你是那个高祖的孙子。请问你比高祖如何？那我怎么能跟高祖比？我比萧丞相如何？你怎么能比得过萧丞相？萧丞相是开国的宰相，你怎么能比得过他？对，我们两个都比不过他。他们两个立下来的规矩、法规，我们守成就好了吗？管他干什么呢？萧丞相要我就是要维持原状，我们两个都比不过他，他就改比你强的人的东西。好，就是萧规曹随。好。所以要有记名之人，好，一般来古代的圣贤，好贤相，通通有记名之人，这就是记名。你千万不要把你辛苦建立的基业交给一个败家子，你生个儿子，那鼻子歪歪的，你或者你女儿嫁来个先生，你的女婿鼻子歪歪的，眼睛在那闪，对不对？然后地库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手伸出来都是洞，然后走路呢，雀步，哦，像麻雀在那边跳，啊、哦。雀步和鸭步要分清楚啊，雀步是脚尖在走，懂不懂？我是一边这样跳，那是在跑路嘛。鸭步不是，鸭步是大龟上走啊。好，鸭步跟雀步要不要弄错了哈？不然你弄错就看差很多。好，
所以这种灾啊，天泽旅这种灾，通常是由灾都是由内生。好，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要开始看看你太太或者怎么样，有没有谁瞒你什么事情或者这样哈。好，地天泰，如果你先天卦排到是地天泰，哦，这个富登啊，星云位，爸爸呢一定是高官，哦，身在亲贵家。啊，生在亲贵的家庭里面，禄命来啊，比如说现在陈就很像陈履安就很像这个，禄命来，好，少年得志，啊，不要把它弄成痔疮了啊，玉阳回阳，哦，从阴间回到阳间。那这里有个天机要告诉你，啊，阳阳有贵，贵是讲的是丹贵，代表这个我们收到很高的任命令，就是所谓的丹贵，啊，中年以后，这个八字经过中年以后呢，四十岁以后呢，禄命呢是九重来，中年以后你所有的人事命令通通从九重来。从总统府来，需要总统来帮你任命，都是很大的官了啦。你去公务员考试到外交部办，或者当个职员，还要总统任命，不太可能的哈。你不要给他写九重葛哈。后天卦，哦，以前我们讲大内就讲九重嘛，哦，九重，我是把以前古文写给你看，哦，古文写给你看。后天卦呢，如果你的后天卦，我们排财有个先天卦和后天卦，后天卦是地天泰，啊，这个就不是桃花朵朵飞的，桃李满天下，哦，桃李满天下，金玉，啊，贵人香，啊，金玉贵人香，官人受禄命，当官的人一定后天卦受到地天泰更好，好，平奔青云志，所以地天泰这个，哦，这个非常的好。那遇到这种后天卦的时候，那个人呢，啊，当时算命被你算的那个人呢，一定是有子在远方，儿子在远方，这个儿子呢要逢到羊，或者是羊。木易阳，逢阳，阳方回。哦，那可能他的妻儿子的他的太太，他的女朋友他家，姓杨，或者儿子女儿刚好，他的女朋友刚好是属羊。哦，子大贵。所以后天泰是后天卦是地天泰的人，儿子大贵。哦，儿子大贵。哦。如果流年挂逢的，哎，老子我38岁的地天泰，我们看看你38岁再冲一下，你看哈，哦，第一个官运亨通，官运非常的好，平步青云嘛哈，哦。第二个，老子我38命生一场大病，再重了极恶回阳，你再重的病出了车祸，大家都死掉，飞机掉下来，大家都死掉，就是你回来，好，哦，极恶回阳，这已经不会死了，好。摔都摔不死啊，哦，这个不会死人的，哦，如果你排到那个人大限，他刚好那年是地天泰死掉了，你根本你排错了，怎么着？啊，你自己不要怀疑你排错了，怎么说啊？重新排一下哦。所以不要去想，老师，我这为什么他38岁死？我看他38岁地天泰，我说那你该死了，你就看看哈，哎呀，农历隔国历搞错没搞错哈，哦？如果是求财的做生意的人，禄财。财跟禄啊，非常的丰盛，哦，求财得财，求禄的非常的多。有个天机，进厄，春吉，春天的时候会进厄，哦，我就告诉你到这里，到时候你们就晓得了。啊，哦，这个。第四个呢，
男人除了这个男戴桃花。哦，男戴桃花。但是地神。啊，你刚好28岁那年有很好的对象，流年是地天泰，一定成了。好，但是地天泰哪那么容易出现呢、啊？一生可能出现一次。你为什么出现在婚姻的婚事很多卦都会成啊？对吧？那就地天泰比较可惜了。哦，要找他40几岁或者最好的那个流年的时候，好一步升上去就好了。最后看天地痞。我们在阳宅上面的时候也讲到人间道，遇到痞的时候，他的反卦就是地天泰的表里卦，所以去痞之道就是地天泰外好、哦、外圣内劫。我的先天卦一生呢天地痞、好累啊，这个天好、哦、这个天地痞如何算出来？很简单嘛，天是阳阴阴。因为阴爻管6年，3、6、1、18年；一个阳爻管9年，3、9、27年；18+27多少？45。45岁以前都是痞啊，都是当痞子啊。哦，天地痞。哦，这样了解为止吧。哦。哦，中年前运。哦，多堵了，没有关系啦。你后天卦一定不可能是天地痞啊。哦，因为天旋地转，啊、哦，庚格的时候它就不会变。孩子哪有是先天就后天是痞啊，那就不干了。哦，多阻挠。哦，中年前运多阻挠。哦，少年的家运呢？哦，财路破。哦，财路不好。还有父母相行。哦，不往来。好、哦，爸爸妈妈相冲突，好、哦、不来往了。长工发而未中，好、哦，长工呢也是张，哦，落地，哦，落地呢，这个如果落地呢，不要气馁哈。落地不虚看，你要给他算个天地比啊，要鼓励鼓励人家。这卦呢，民中有损。好、哦，没我算过这个天地比的很好玩。他每逢最重要的时机的时候就不行了，那不重要的时候他都很顺，你知道，重要的时候就不行。啊、哦，这种人在铁板术里面的时候算他怎样？说他这个肚有满腹的这个文武通经的经纶啊。可是科甲都不会中的，懂不懂？哦，就这样。这个民工有损，不入衙门。哦，如果不当衙门的人，哦，就是在市面上拿个卖毒人，以前那个铁口直断，然后在路上一直跑。我看了一下我是后天卦，哦，那以前帅一个人呢，他刚好是什么警察，不是衙门吗？对，但是我要干到多久？人家45岁，不急啊，46岁又不一样，哦，很羡慕。如果是后天卦。先天卦不还好了，后天卦是搞你后半生啊，后半生的走后天卦的天地痞，哦，财破，人啊，阳病，因为那世界上很多的小人，男人女的都有，每天都装病博取大家同情，实际上什么病都没有，气色比我还好，哦，那天动都不敢动，然后他生病的样子，如果。流年逢了连续口舌来，哦，所以每年都有口舌，为什么家里面都跟他提？哦，鸡内诬陷总不成，一天到晚在斗心机啊，在斗，哦，都有青灯伴到老，到老呢，没人愿意理他了，大家都看清楚他的本质啦，哦，就青灯伴到老，你知道什么叫青灯伴到老？哦，
就是当出家的了。好，你绿灯拜到了还得了啊？拜三天就买单了。好，青灯拜到了。诸位的想到这个，诸位有没有看那个电视台里面有个和尚在讲经啊？讲的时候眼睛，有没有看到？这种人在讲道理，你看看不用听。然后他，我今天听，刚好听到他旁边那个，好像现在有人在听，有个小孩子在哭，然后他眼睛斜看一下，知道不能控制小孩就不要带小孩来嘛，然后这样子瞪人家眼睛，眼睛亮翻白眼。这种人在那边讲道，拿着书在那边讲，小人。人生两关，人生两次。那处理他很简单。好，流年卦。流年逢到天地比，老师我38岁天地比，那就要小心咯。好，你看看，哦，主人官司，哦，官松，好，这个暗中生害，暗害啊，能够害得到你，而且你没有预防的，才是叫暗害。暗害，哦，口舌背后在诬陷你。然后做生意的人呢，财破，破财呢。